车兵，我爸是战线兵，我爸是野战兵。我今天不更新。你命途根本难不倒我，我跳啊！你说实话，前面那也多少局，我真不信你这么厉害。接下来你要怎么躲？好看好学的，前面像会过来这电箱子。OK， 就现在。那电箱子去哪？不会是刚刚好方块吧？可不是嘛，就是这样过的。姐姐先看好了，我扑，学会了吗？不是有手就行，别让你挖了多少遍。对的，我试试呗。滚动滚动，不滚的话要被小鬼追上了。我不信小鬼还是假的，重点搁哪呢？你要没时间喽？怎么可能？我可认真看了攻略的。这到最后两秒放弹呗。打早点放不行吗？呦，你还精确的秒呢？放一下时间不都会掉？我劝你最好听我的，人家可是通过关的人。今天谁稀罕啊？待会我也通关给你看。你能通这飞吧？按扑居然能飞，我能不能直接飞到终点？想得倒挺美。这里扑和跳你要一起按，可以飞超高。要你说我自己都过来了，你别走那么快，等等我。谁理你啊？你最好掉下去，让大家看看我的实力，好吧？根本难不倒我，一次过的，甚至箱子都没有玩。那你好有实力哦，前面上难度，能不能行？就跳扑一起按，然后扑过去。会有人过不去吧？啊，距离不够也扑不了。滚动滚动，不行还是过不去。你别和我一起，我感觉是你影响到我了。菜不是菜，看我的，超级飞之后接钩子。说的挺像那么一回事啊。你要是能过，当才你爹啊，宝宝啊。我已经听到了，改口什么用？你傻不傻？这也要超级飞，飞上之后还得普通飞，懂不懂？你还教学上了，每一步都有共同存档，你过了我也过。有本事你自己过了，干啥啥不行，蹭存档第一名。我想想这关要怎么过，距离好像有点远。那我先出发了，你慢慢想吧。我以为要一边扑一边用背包呢，没想到背包是最后用的。我来和我一起玩，你都聪明了不少。哎呀，一次过简简单单。你就看好了，这次绝对不踩你存档。踩拉倒。就该你随心把传送球丢过去好吧。谁怕谁呀、啊？我丢复位复位。我的门，我咋看不到我的门、啊？反正我的就在面前。好家伙，我一踩存档你就复位啊！可以别叫，这关在你错的。先用羽毛，然后飞过去。不是怎么停下有点高了？我有眼，路过狗蛋，感觉还给。我还有一个羽毛，说用不用？用个屁！你用了就一直飞吧。我都不敢用，剩下羽毛。不过前面还可以用了。你用那我也用。要嘎大家一起嘎。那个黄色的不会是终点吧？我去看看怎么个事。别我也到了，等我一块呗。走走，有根线把我们拽一块了，默契一点，直接去下一关。那么简单的关卡，对不起谁呢？滚动滚动，前面拿到箱子，别往前走就好了。哎呀，根本没难度，好吧？等等等，我拿个箱子。喂，你别拽我，还能不能一次过了？别叫，不是上了吗？箱子电玩机开滚动过。OK OK， 保持这个节奏。大宝，那还不赖吗？要不是我们是好姐妹呢。啊，掉掉，等我一会儿。来来，我准备好了。阿姨准备丢钩子 ，nice， 我们好同步、啊。有什么实力啊？带条狗都能过。那什么，我说失误你信吗？那么快的录音怎么会被弹满弹啊？天天别拽了，别拽了。再来一次，相信我，不拖我后腿，绝对。一次到底谁拖谁后腿，你心没数吗？我都懒搭理你。行，那又看关到底谁先掉，愣着干嘛走啊？不会你还手术吧？好好，直接走呗。待会儿你要是掉，头给你拧下。拉弓上过而已，有手就行。看到没有，慢你一步我都能稳稳过。怎么说厉不厉害？好厉害哟、哦，我好羡慕、哦。无语，这里开滚动的箱子过。没问题，我现在箱子可怕。下一关我们靠近一点，不然容易掉。这样够近了吧？我有远的一次过。真的假？前面还有那钩子哎，我真的行吗？那么同步过不了就没人能过了。我刚好可以拿着箱子。不对劲，我咋感觉我定台了？不过还好可以存存的。现在我都用不上你存的，每每拿。拿下第一，在平台坚持18秒，简单，不愧你过不了吧？必喊我玩。希望你待会能这么乐观。哟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就是火箭多了点，不过问题不大。没事没事，他追不上我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我家猫玩的。你猜我信不信？你家猫玩的。走你，赶来不及清火箭了，不行不行，还是得往中间走。你人呢？还在板子上？可以啊，居然没被炸下去。能不能上点难度？怎样都掉不下去。哎，看到没有，什么叫实力？凭什么我玩的时候火箭那么多啊？他还得找终点，你时间不够，赶紧退了，过不去好丢人。真的假的？我去看看终点在哪。现在退还来得及，你快点听我的。你又骗我，你时间够了就能通关。